这都快中午了，怎么没人吃饭呢？这客人怎么都跑他家去了？是，我也在纳闷呢啊。我看呢，珍珠这老娘们儿这两天偷了不少鱼虾，肯定啊，他们家又有什么新菜了，不然不能这么招人。我看呢，像。你这样，一会儿啊，你过去看看，就说这点豆油什么的，完了你看看那边到底怎么回事。我不去，要去你去啊。你看，你不是家里一把手吗？所有的事不是你说了算吗？轮到世上了，知道自己不行了。哼，我什么都行，要你干什么呀？行，那我过去看看。我到那儿一看，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喜子啊，喜子，哎呦，可回来了，儿子呀！客人点了几个菜，我们都不会炒，你快进厨房炒菜去吧啊！来，快！哎呦，哎，怎么了，喜子？哎，喜子，喜子呀，可别再躺了啊！赶紧的到厨房炒菜去，你要再不炒菜，那客人都走了啊！炒菜炒菜的，我一闹除了炒菜没别的事儿啊。这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你妈叫你起来炒菜不是正事儿啊。咱家开饭店，你是厨师，你不去炒菜谁炒？你说你今天耽误一会儿，明天耽误一会儿，这饭店还办不办了？没见过你这样的。行了行了，喜子不痛快你就少说两句吧啊。女人喜欢什么样的男人？有志气，要强，能成大事的人。就你这样啊，你不但媳妇找不着，咱家的饭店还得黄，到那时候手上没钱，鸡也飞了，大也打了，你找漂亮媳妇，找我媳妇你都找不回来。快起来炒菜去，快起来。行行啊，走，你走啊，走。没个出息呢。大妹子，岁月不饶人呐，一晃咱们就老了。想当年咱们年轻的时候，在村子里边跳花鼓灯，我那时候是场上的鼓架子，你是小兰花，咱们在一块儿演。我那时候是腿脚也好，翻个跟头，打个飞脚，来个亮相，什么喜鹊登枝啊，鹞子翻身，白鹤亮翅，是燕子探海，想怎么来就怎么来。现在是不行了，你那时候唱得好，你那个小扇子玩得好，都玩出花来了。是啊。什么楼扇、摇扇、叠扇、贴扇、甩扇、扛扇、颠扇，哎，花样多了。是王小楼卖线，卖饺子皮儿、小货郎、游春，咱们都一块演过。你还唱过石棉花、田头乐、野花摇，那些个词儿你还记得吗？哎，词儿是记得，可是现在心乐不起来，也就不想唱了。大妹子，人活在世上不容易，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你自己跟自己找气生，气出病来了，谁乐呀？你还得健健康康的，快快乐乐的活着。本来嘛，我们一家三口没什么大仇事儿。自打他进了我们家门啊，我们就没有一天快活过。大妹子，这我不是说你啊，有些个仇事儿啊，别搁心里转过来转过去的，把自个儿折腾出病来了。大哥，你的日子过得比我舒心啊。你看，
珍珠玉翠，对你多孝顺啊！五和六和俩姑爷，对你多好。没说。田菊，他在小店里帮你干活，有不少事儿都能照顾你。嗯。你的日子比我舒心多了。田菊啊，啊，我是，我是顺水啊。我妈和石头在你那都好吗？顺水哥，你放心，婶和小石头都在呢，都挺好啊。田菊啊，麻烦你，让我妈听个电话好吗？啊，好好好，那你等着啊。大婶，顺水哥要你接电话呢。孩子来电话了。哎，你慢点，不着急啊。哎，喂，妈，我是顺水啊。啊，顺水啊，妈和小石头在这儿挺好的。哦。你放心吧啊，你忙自己的事儿，别惦记着我们啊。哎，妈，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。嗯，好，等你回来再说啊。那我挂了。儿子来了个电话，我看你就高兴了。是啊，他知道我跟石头在你们这儿，他放心了。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坐那儿歇会儿吧。哎。这鱼呀、啊，可新鲜了，刚从沱湖沱回来的。来，我们尝尝，尝尝。哎呀，他刘叔，进来呗。来，我把酒都给你们斟上啊。谢谢老板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来，喝酒，喝酒。哎，怎么地？有事吗？哎呀，来来来，珍珠嫂子，慢用，慢用啊。你们家吃饭的人也不少。是啊。你说这两天村子里的人犯病了是咋的？都到咱们两家饭店吃饭。我家那边人比你家人还多。喜子炒菜啊，把油都用没了，有两桌客人等着吃菜，急得直敲盘子。嘿，我这上你这儿借油来。哎，怎么不去小卖部买呢？哎呀，你家不管怎么说不也比小卖店近吗？再说了，咱两家油不都一样吗？一会儿买完了就还你。行，彩虹啊，哎，赶紧上厨房去把那油给你刘叔拿过来啊。我还得忙活啊，找地方坐下。哎，好，你忙你忙，就坐就不坐了。这么多熟人，我得打个招呼。行行啊。哎，老爷，今天我的鱼卖给你了，还欠我那酒，用两箱。赶紧收。哎呀，大兄弟啊，一家好几口人都来吃饭了。哎，小孩多吃点。小孩多吃点。喝点酒。刘叔。那个，帮我们那个菜上来。好嘞，哎，你忙什么？哎，我说林秀，你看啥呢？哎呦，我看呢，我们两家的菜有没有重样的？有重样的呢，我家就不做。你说我们两家饭店对门，菜要做重了，你们吃着不也不乐意吗？啊，你慢用，你慢用，嘿嘿。啊，那个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拿过来。哎，好好好。老喜。哥，哎呀，来，哥，哥俩在这划上了。好，来，来，这样。哎，不，你坐，大哥。好，你好。哎呀，来吃。有机会啊，我说李大哥，啊，到我家饭店吃饭，啊，我陪你们划拳，好吧？好好好，好吧。走，
我说大兄弟啊，两个麻友跑到这儿来切磋了。小红，这咋喝酒啊？不喝不喝，这几个菜我家那边都有。我觉得呢，我儿子喜子做的比他的好，有机会到我那边品尝品尝。别大姨妈，他刘叔啊，哎呦，不是等着用油吗？怎么又不急了？急急急，马上走，马上走。咱们两家呀，门对门的住着，需要什么就过来取。好，好，好，一样，一样，一样。回去吧，珍珠嫂子。那慢走啊。哎。真好。换壶茶。刚才你在那转了一圈，发现什么情况没有？老婆呀，我到那儿用眼睛一看，全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正如我事先所判断的，他家玩的就是脱壶鱼餐。干什么呀？干活去，忙去吧。你也撤。从明天开始，咱们家也推出脱壶鱼餐。我就不信，就咱家喜子那手艺，他们家那几头烂蒜，哪个能比上咱家喜子的手艺？啊！明天弄一张大红纸，写上“脱壶鱼餐”四个大字。往门口啪一贴，你就瞧好吧。老婆呀，到时候他家的客源啊，还得从那小桥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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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刷，还都得过咱家这边来，你信不信？说进脱壶鱼就那么好进啊？啊，脱壶离子这么大老远，谁去进鱼啊？我可没珍珠那精神头，起那么大早到脱壶去买鱼。再说了，我又不会骑摩托车。再说你这老娘们儿吧，咱还非得去脱壶买啊？那脱壶的鱼和塘里的鱼外表你能认出来？到时候咱往回一买，跟谁也不说，谁能知道啊？脱壶的鱼和那塘里的鱼味道不一样，怕别人吃出来。别在那瞎说了，鱼一到时候往锅里一下，花椒味醋往里一放，咱都放佐料，吃鱼吃啥呀？主要是吃佐料。我就不信他能吃出这鱼有差味来，他能吃出这鱼啊籍贯、所在地、家庭住址，我就不信他是神嘴啊。卖鱼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，明天中午咱就正式推出脱壶鱼餐。你刚才在那转了一圈，看人家推出脱壶鱼餐，第二天你马上就推出来，那人家没想法呀。有想法又怎么样？这时候开饭店不就搞竞争吗？想法，他火了，他火了，咱不黄了吗？我跟你说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我刘妮秋谁也不让，能使的招我全使上。把自己饭店搞火了是正事，有钱是大爷。你把那豆油给对门送去。你借的你去，我不去。嘿，你看看啊，让我去刺探情报的是你，嘿嘿，送油还要我去，你说你这老娘们还能干啥？你说我能干啥？你呀，你也就能成天监视我这能耐。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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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大爷，好，你躺哪来了？来来
大爷，我想问问你啊，春稻新品种的种子在哪儿买啊？还有就是种香葱甜叶菊的事儿，我想找人问问。你到镇上，镇上农业技术推广站有个专门卖种子的点，你上那儿买。还有种香葱啊，还有甜叶菊啊，你都可以咨询咨询，他们说的比我说的清楚多了。行，大爷，我们家今年就种新稻种了，香葱甜叶菊我们家也种。好，好，新堂啊，这一阵你确实干得不错，你们家的塑料大棚也扣了，这种子也换新的了，还有那什么经济作物也都种上了，今年肯定会有个好收成。这些事儿啊，虽说都不算什么大事儿，但对咱们农户来说，不也是大事儿吗？对吧？这些成绩啊，都跟你的努力分不开啊，应该表扬，应该表扬。行，大爷，那你忙着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好，走啊。哎。大姐，买什么？啊，买网箱。有。哎，多少股的？二四股、三四股的都有。啊，行啊。来，这边来。好。哎，请坐。啊，好。哎呀，老板呐。哎。我呢，在沱湖上围了200亩水面。那么多。我们想搞个网箱养殖，养鱼也养蟹。我要是网箱都打你这儿进货，给我个什么价呀？论说我们家的网箱一分钱一分货啊，保证质量，从来没给顾客杀过价。哎，不过考虑你们要的多，嗯，我们可以给你个底价。哎呀，那可太好了。没问题，保证货源。咱们说定了啊。好的。好，另外呢，我再打听点事儿啊，哪能买到渔船？这镇长没有造船的厂家，不过要买旧船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打听打听。旧船？对。也行啊，我搞网箱养殖，临时住人，新船也没必要。我们做渔具生意的，到我这儿来买东西的渔家很多，我可以帮你打听打听。哎呀，那可太好了，我给你留个电话。哎，那好吧。我姓穆。哎，穆桂英的穆。好，好。那有了卖主，你可通知我啊。没问题。那就是。哎，你这是沱湖鱼吗？不是。啊，那价钱上怎么样？价钱上肯定比沱湖鱼便宜。啊。那好啊，咱哥俩得认识认识。我呀是开饭店的，一天得需要不少鱼。你看我经常在你这儿挂钩买鱼，能不能便宜点啊？这样肯定能便宜点。要是您买网袋。好，那这样，我就在你这儿买了。完了，你看价钱再便宜点，明天我就来拿鱼呗。今天是集，我在这儿卖鱼啊。要是以后你到我家出一个，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给我名片，你给我留个电话呗。好。给我留个电话。好。好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好好，好嘞，好嘞。伙计工。啊，雪河，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哎呀，这感觉啊，像县长视察似的啊！哎呀，他站得高，我看得远不成，我就找找，我给申请工程队，我找块打井的地儿，看谁家比我家合适啊，给腾出来，把井打到他家里。哦，那我向您汇报一下，我家那块塘地呀、啊，已经被调查过了，没有水线。即便是打了井，水也不旺。
我家肯定是不行。是是是，我转了一圈了，看着还真没有比我家那块地儿合适。哎呀，合适倒是不行啊，村上他不让申请工程队在我家打，你看。村上不让？啊？谁说的？啊？我怎么没听说呢？哎呀，你看五河吧，让我提个赔款意向，我就提了。结果吧，他嫌我提高了，说啥也不同意。嗯，你说他不同意我的赔款意向，我能同意申请工程队在我家打井？我说伙计工，你跟村上要钱要的也太多了吧？就你们家那几棵破果树，是金树啊？啊，树上结的都是珍珠玛瑙啊？不是吧？所以说你提的赔款意向就想讹村里的钱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那笔钱呢，你拿不到手。我跟村上要钱，我是天经地义。咋的？不赔我款？不赔款你试试。伙计工，听我说啊，打井占了你家的地，赔款肯定得赔给你一部分，是吧？那井已经开工干上了，你再挪到别人家，他也不可能了。所以这事儿啊，你还真就别着急，你着急也没用，是不是？咱们呢，总能找着一个你家、村委会都能接受的方案，啊？刘和，就你这句话我爱听。啊，我看这申请啊，也只能在我家园子里打了，哎，村上也只能赔我这钱了。谁说也就是这么回事儿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洋洋，忙着呢。爸，你过来。干啥呀？哎，找你有事。干嘛呢？找你有点事儿。干啥呀？你忙着吧。给我倒杯水。哎呀，天气可真热。赶紧吧。什么事儿啊？洋洋，这两天什么时候有时间？有事儿啊？你回去一趟。回去干啥呀？我和你妈呀，相中了一个人，是县水利局的干部。此人叫李水泉，小伙子不错呀。你呢，回去一趟；我呢，托人把他请来，在一起吃个饭，完了你见个面。就这事儿？嗯。那你我当是什么事儿呢？你弄得神神秘秘的。另外，洋洋还有事儿，我发现你跟那个朱新堂好像有点什么意思吧？我跟你说，洋洋，不行啊，从现在开始就打住。咱们家现在和老朱家饭店搞竞争，咱家现在跟老朱家弄的是冰火不同炉啊。所以说你，就别往朱新堂那边凑合了，啊。再说咱找一个县里的干部，那在村子里人面前那多提气啊。没别的事儿了吧？那里头客人等着呢，我干活去了啊。你看你这孩子，你怎么拿我这话不当回事儿呢？不是，那我听明白不就完了吗？那人家等着呢嘛。这事儿你当回事儿啊？知道。洋洋，哎呀，这孩子真没办法，给他介绍对象，就好像是给我介绍对象似的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视察了别视察了，来，我问你点事儿。哎呀，我问你点事儿，那个你们家双全有没有对象呢？你们这话啥意思？啊？你看到有合适的了，想给他介绍一个？保媒拉纤我不会干，我就随便打听打听。你说这啥话的意思我明白你，还给我装的你是？那你说我是什么意思呀？就那么点事儿呗，你这是吧？我们家双全和你们家彩霞
一块到镇上去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看那就是我哪能不知道？你是我是他爹，我能不知道？哎，那是我们家彩霞上你家找的双全，还是双全上我家找的彩霞呀？嗨，谁找谁咋的？他谁找谁？反正他是一块走的。哎呀，嗨，你管那么细干嘛？年轻人的事儿，你管得了那么多吗？哎呀，看来彩霞这闺女，我是真得好好管管她了。咦，你给我吹吧你，这俩孩子哪个能听咱的？啊，你们家彩霞能听你的，还是我们家双全能听我的？哼！哎呀，不光你纳闷儿。我也纳着闷儿的，哎，这俩小兔崽子哈，你说我整天盯着他，我就盯着盯着，还让他好上了。我看咱俩，哎呀，都属于那粗心大意的人，是吧？等人家俩好上了，好的差不多了，生米做熟饭了，咱俩也就知道了。完了，管不了，管不了。别忘了，儿女的亲事。当父母的是有发言权的。又来了。嗯，你们家还都你说了算？我也不是不知道，也不都你说了算。哎，刘贺，那个，我倒觉着，彩霞和双全这事要成了，哎，我倒挺满意的。你看，咱住的是邻居，住的又近，啊，那个，要真成了对门亲家。咱老哥俩没事的时候，啊，想喝个茶、喝个酒啥的，咱隔着墙一招手，咱不就过来了，方便。是，济公，你话多了吧？谁和你是亲家？啊？我可不想有你这么个亲家。还一摆手就过来了，那我们家不得让你们家给吃穷了、喝穷了？行了吧，霍济公，你把话听清楚啊！你回去跟双全说，让他彻底断了这个念想。我们家彩霞要是不听话的话，我宁可把他腿给他打折喽。我下半辈子我养着他。哎，不，刘贺，我咱那正事还没说完了。什么正事啊？村里研究那个给我家赔款的事，你得给我说句公道话呀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喂，刘贺。刘贺，哎，研究赔款的时候，你替我说明白点儿。你看，咱都快成亲戚了，是吧？你多给我赔偿点儿，不对你闺女也有好处。哎，我家的钱不都是他小两口的钱？我告诉你，你别瞎说啊！我闺女不可能嫁到你们家去，你别做梦了你啊！这不是双全吗？是啊。哎呀，双全呐，哎，你这个怎么有时间过来了？哎呀，我正好有点事儿问问你啊。你看，你看你家那个不要那泔水都到哪儿了？啊，我们家也养着两口猪呢，可是吃不完的都到了。啊，哎，那婶儿，你看我今天扔两个桶在这儿，你看你不要的那个泔水能不能给我点儿？行，婶儿都给你留着。啊，婶儿，那个多少钱？你跟我说一声。这孩子，什么钱不钱的？那泔水倒了不就白倒了吗？你拿回去喂猪挺好。多不好意思，你说我家那么多头猪呢。这孩子，你给我急什么？这孩子给我急。双全，哎，双全来了。婶儿，啊，你看着这孩子啊，现在是越长越出息了啊。哎呀，我也老听说了，哎，出息。五和叔可回来说了啊，你养的那鸭呀鹅呀，长得都可好。啊，是啊，是双全真见出息了。双全啊，我老长时间没看见你了。那个，我家里挺忙的，我除了上镇子拉饲料，也没空去别地儿。啊，双全啊，那个有时间你就过来呗。干啥呀？你说完呢。哎，双全，要泔水来了？不是要，我本来要买的，你大姨送我了。行，那以后我们家的泔水都给你留着，你得天天来。行。哎，现在都照顾人炒菜了。
跟我妈正学着呢。看见没？人家俩唠上了。那个有那个拔丝地瓜吗？有。我看双全这孩子啊，那么结实啊，真厚道。哦，不在这本里，这本里都是鱼。你现在会炒吗？学呗。婶儿啊，我把桶先放这儿，先走了啊。哎，好，哎，就搁这儿吧啊。走了，婶。这是怎么要走啊？你来啊！哎，不送了啊。哎，你这就走了？啊，走了。我晚上还来，取甘蕊。哎，学好了拔丝地瓜做给你吃啊！啊，我说我学好了拔丝地瓜做给你吃。啊，行，走吧，走了。刘泥鳅，快点儿！我二舅找我有事儿啊！你喊那么大声干什么呀？你是差药了？什么事儿？我跟你说正事儿吧。在这个村里啊，你也算是五不二秀的一个近人了。那对啊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唉，看来我跟顺水是过不长了，我得跟他离了。你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你离了也想让我离啊？我说二秀啊，咱俩年轻的时候是好过，不是都过去了吗？你说现在我孩子这么大了，都成人了，你说这婚我能离得起吗？我真离了再跟你，这不证明村里这些年传言不都传对了吗？你说这些废话干什么呢？你想哪儿去了你啊？嗯，你以为我离婚要嫁给你啊？你是那样的男人吗？你看人家有的男人跟女人不好了一脚就把她踹了，就像穿上袜子，穿旧了就换上新的。你说的倒轻巧，那么容易呢？要真换双新的还行，换双旧的还不敢原来那双，那还不如不换。你说谁这旧袜子？什么？行了行行了，你跟顺水不是没离了吗？还扯那么远干什么？我还把你当个近人呢，想让你给我支招呢，说不出什么好话来。二秀啊，这招我肯定治不了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回去了啊，回去晚了小广播得审问啊。你干啥了？你这买鱼，买鱼，买鱼去，买鱼像偷鱼似的。叔，你忙什么呢？哟，大侄媳妇。哎，大侄媳妇。嗯，咋不高兴啊？不是刘泥鳅欺负你了吧？没有，叔，院里坐吧。谁在家呢？就我自己。哎，顺水妈和小石头呢？没在家。和我过不到一起去，到淮野小卖店跟田菊住去了。二秀，咋的呀？你还真得和孙水水离婚啊？嗯，叔跟你说哈，这婚可不能离啊。我那时候就是看着你一个人可怜巴巴的，我才给你介绍的孙水水。哎，你听说我一句话，不能离这婚啊。
你这离了，你再找可就麻烦了。你捆绑不成夫妻，我宁可后半辈子一个人过，不再找了，我也不想过了。行，该说的话我都说了，路咋走嘞，你自个儿定啊。我走了。哎，往后需要叔帮忙，你吭气儿啊。叔，有时间来啊。哎，回吧。不愧老庄家把式了，这堆粪可没少捣鼓了。哎呀，这不怕苦不怕累，真能干啊。哎呀，这是谁家的驴呀、啊、大清早的叫唤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刘和哟，济公，你刚才不是在骂我吧？骂你啊？我说济公，你听说有人捡金捡银，有愿意捡骂的吗？没惹你，走啊。啊，渔具店的。啊，我听出来了，你说。那船长的事啊，我给你打听好了，您什么时候过来啊？那我吃了饭就来吧，上哪儿啊？那你直接到我这儿来吧，我们一起去沱湖。好，我这就来啊。彩虹，赶紧给我收拾点饭啊，吃了我得上沱湖去。啊。刘师傅。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啊，没事。我们在这订扣蟹，有那合同担保吗？有啊，当然有的。哎呀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这家养殖场的信誉挺好的，好多地方的养殖户都来这订扣蟹。哎，是的，我们这里水质好一些，要最好一些。哦，行，来这儿我算开了眼了。刘师傅，这扣蟹我们就在这儿订了。好的，欢迎欢迎。来，先握握手吧。好的。楠楠，鱼苗咱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。行。对了，你那服装什么时候订货？您不着急，等你把这边的事儿全忙完再说吧。哎，老板啊。哎，你这个船的上半部我都看了，可是下边我可没看着啊。这下边有问题，船能再长漂吧？一个镇的乡亲，我不会骗你。两座山走不到一起，两个人总会碰到一起的。这下边全是混凝土的，你就放心的用吧。听说你们家要买这个船，我们昨天就检查过了。那咱们就按商量好的那个价钱。好。什么时候坐船？一手钱，一手货。钱一到，就叫船。那好吧，咱们就定明天吧。明天我把钱给你送过来。好。
喂，你好，哎，是农业技术推广站，哦，化验报告，好的，好的，嗯嗯嗯。你这是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吗？是啊，请进吧。坐吧。有事儿吗？你好，我是祝威村朱新堂，我来这儿就是想咨询咨询新稻种和种乡村田野局的事儿。啊，这事儿啊，好办，我们这儿有明白纸，看了就明白。啊。那这些种子从哪儿能买到呢？想要啊。啊。来个电话，我们就给你送去。还有这好事儿啊？啊，这可方便咱老农民了。老农民，你也就刚走出校门一年多就成老农民了？在家种田不就是老农民吗？其实我知道你。知道我什么？我知道你有文化呀。啊，那行，那我什么时候需要的话，我就给你们打电话啊。谢谢啊。哎，小妹啊，你认识这个人啊？我看这个朱新堂啊是彻底不认识我了。我们以前都是县高中毕业的，但是不是一个班的。一进门我就认出他来了。连副镇长的女儿都不认识你，这小子。心。